当日有干净嘅食水，我先可以整到唔同嘅嘢饮，令每一个人饮完都有一刻幸福感。今日有咗点滴至生命建造嘅供水设施，受惠者唔使每日行几个钟打水，能够自力更生，佢嘅幸福系一生嘅。支持点滴至生命建造水项目，为世界7.85亿缺水人口制造净水，制造精彩未来。